强力推荐给大家高销售量的一个品牌 ，Mugen 多功能原汁机。是的，没错哦。所以呢，今天你看买电器送电器耶，有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之外呢，我们要送给你价值199令吉的多功能料理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多功能原汁机呢，一机可以抵万机。你看一下，绞碎、刨片、刨丝、冷炸都没有问题。是的，没错。所以呢，你看安心可以自制原汁原味的绞肉啦、面条、雪酪，还有。 果汁以及香肠等等，太简单了吧？你看一下，市价呢是高达499令吉，但是今天呢349令吉就可以把它给带回家，而且让你节省了150令吉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啦！ 天天哇哦！大家好，我是佳琪。你好，我是樊斌。哎，家里啊，是不是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是的。比如说 blender 啦、果汁机啦、刨丝器啦、榨汁机啦，对不对？对。这些东西啊，第一花了很多钱，第二，请问我有这样多的一个地方收这些东西吗？我跟你讲，东西家里积越多呢，其实家里就会更乱了。没错，太凌乱了啦！这么多家机放在你的厨房，美吗？ 不美对不对？所以呢，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看过来。我们有一机顶万机的一个想法要告诉你。是的，当然就是我们的 Mugen 的多功能一个原汁机啦。大家知不知道原汁机也就是慢磨机呢？在外面卖的话，可能一台要上千令吉，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呢是使用一个冷炸的方式哦，同时也是用电的方式呢。但是呢，很简单的是什么呢？我们除了可以冷炸我们的果汁之外呢？ 它呢还可以拥有其他的一个功能啦。对，很方便的。其实呢，它除了呢，就是你看可以做这个冷榨的果汁之外呢，当然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多功能嘛，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做法了。当然，冷榨的好处呢，你看我们今天做这个果汁的话呢，它可以很方便的，然后呢，让那个果汁完全就是很够营养的那个渣跟汁完全就分开了。所以呢，你喝起这个果汁来说呢，就不会说。 哎，你喝的时候不小心会有一些卡住，卡住一些块状的这个西瓜，然后或者是呢，你也需要去加糖吗？对不对？然后吃起来就不健康了。可能外面呢，现在那种慢磨机啊，或者是冷榨的一个果汁啊，一杯或者是一瓶呢，就要卖10多令吉，对不对？但是呢，你看一下，今天呢，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做，而且呢，这完全是果汁的一个果糖，没有添加任何的果汁跟那个糖分啦，所以呢，家里人喝的时候呢，自然就更加的健康。 是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前面这边呢，就分开有两个不同的杯子嘛，对不对？这一个部分呢，就是那个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哈。然后再来呢，这个部分就是那个西瓜的渣的部分，完全的分开了。所以呢，你看这样子喝起来呢，就是很顺口、很顺滑了啦。是的，当然呢，今天呢，你要喝一杯我们这个果汁纯果汁的话，记得你看一下，今天呢，你只要拥有我们这个 Mugen 而且呢，不会破坏它里面的一个营养啦。记得，我们是使用这样子一个螺旋的方式哦，挤压那个里面的那个汁出来的时候呢，就丝毫不会有这个刀片触碰到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水果啦，或者食物的原料啦。没错，所以今天除了西瓜之外，你喜欢什么水果都给它通通买回家，最新鲜的果汁就出现在你眼前了哈。是的，当然多功能的这台机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因为呢，我们讲它是多功能嘛，所以刚才呢是慢磨机，现在呢是绞肉机。对，你看很方便的，把那个已经切好的肉块一片一片放下去，然后呢就直接很方便的换一换这个配件，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不同的一个这个工作了。你看今天呢，我们把鱼肉啊，你看直接就是可以弄得非常的细，而且另外呢，我们就是自己做这个肉馅
绞肉机呢来做这个绞肉而已。但是今天呢，你看一下，我们一台机器哦，除了可以作为慢磨机之外，也可以作为这个绞肉机，它更加的省我们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家庭主妇呢在厨房里面呢更加的轻松啦。你看佳琪这样子在弄弄的时候多优雅，对不对？就不用说呢，你要用手去沾到那个食物啦，然后呢又弄到这个臭臭的一种味道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弄好的这个鱼肉呢，你看哇，是多么的这个漂亮，然后跟绵密。所以你要做起什么啊，用刀斧啦，或者是任何这个肉饼啦，其实或者是这个饺子里面的馅料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制作的。是的，所以呢，你今天要在家里自己酿豆腐的话 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外面的可能说我们吃的不安心，有一些添加物啦，多余的糖分等等的。但是今天呢，你看下很简单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肉呢全部酿进去我们的这个就是腐竹里面呐、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苦瓜里面啦、啊，辣椒里面呐、啊，就 OK 了，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你等同于说什么呢？今天呢你要做什么都可以自己来，而且你可以很确保说什么呢？里面做的这些肉质呢肯定是100%安心的，没有任何添加物之余呢，也不会可能说呢就是有外面的一些可能掺杂了一些品质不好的肉等等的。是的。今天这一个呢就可以呢100%确保呢我们家里的人吃得安心，吃得健康。是的，没错。所以呢你看今天多用途啊，多功能嘛，对不对？所以呢各式各样你要在厨房里面进行的这一个工作，对，你要备食啦，然后你要切啦，你要剁啦等等，其实都是可以很直接的，很方便，然后呢在家里可以用这一台机直接来解决掉了耶。所以呢你看只需要这349令吉而已，而且今天呢除了这个原制机之外呢，我们再送给你是一台这个料理机耶。是的，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呢我自己很喜欢它的是什么呢？真的是一机抵万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下，除了可以榨汁之外，我们是用一个慢磨的方式哦。慢磨机大家知道在外面很贵的，1000多块，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作为慢磨机之余呢，我们又可以绞肉，又可以做什么呢？切丝、切片，因为它只是要更换里面不同的配件而已。然后就这样子放进去之后呢，你看要切大量的一个黄瓜啦，或者大量的一个萝卜丝的时候啦，这个就可以派得上用场。因为平时很多时候我们要自己切的话很麻烦， 对不对？那今天呢你在家里可以切丝切片之余呢还可以做面条。对耶，太厉害了，你看是非常的方便。而且你看我们这一个面团已经做好了嘛，是看到是 S 对不对？S 代表 super， 所以呢这个机是非常厉害的，就对了。好，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做面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把这个面团你看直接这样子慢慢的放进去，然后呢配件已经换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它就自己自动的就会把那个面条给弄出来了。其实这个呢就好像是我们平常在外面吃板面的时候呢，我们是用那个手动的方式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用一个电动的方式，你在家里要做菠菜面，要做板面，要做金瓜面，自己呢都可以呢自由的调整说你要的那个这个面条的一个烹饪的一个方式啦。你看一下这么简单吼，而且呢你丝毫不用担心说什么呢里面可能说有另外的一个添加物，因为呢完全是你自己呢选择的一个原料就 OK 了。是的，没错。所以呢你看这样子自己做出来的面条吃得安心又健康啊，然后呢你自己要下多少料其实呢就可以制造得出你看你的这个非常美味的一个金瓜面的吗？是的。所以你看到说什么呢，今天呢在家里可能你想说心血来潮 OK 啦，我要吃云吞面，是的，我自己做面自己擀面，然后呢自己再把它变成我们的什么呢，就是面丝啦。所以你看到今天呢这个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东西来的。是的，没错。所以呢你看在家里呢你看哇，你看那个酿豆腐呢已经是差不多好 了，对不对？所以呢就可以呢放在我的面上面啦，然后呢你就可以有一些加料，对不对？这个呢很棒哦，有没有？简直就可以避免我们在外头吃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我们从头到尾从这个面条啦，然后到这个酿豆腐啦，都是完完全全有
由自己来制作的，所以呢，绝对是给你的家人呐、啊、你的小孩啦、啊、你的另一半呢，吃得非常的安心，然后呢又健康哎。对的，而且我要跟你说，今天你买一个电器，我们送给你一个电器，哇，厉害了这个，真是超级厉害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就知道说、嗯、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做角啦、切片啦，或者等等的。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做什么辣椒酱，也就是我们的 personal blender 啦。而且你看一下呢、嗯，就是今天要做辣椒酱的时候呢，可以把我们的材料全部放进去。而且你看到说，我们的这个呢，就是就是搅拌机呢。它的体积是非常的小巧的，所以呢丝毫不占位置哦、嗯，这样子放在你的厨房里面呢，也是不会占空间。而且呢，你看到前面我们开启的那个部分呢，它呢也有一个 LED 灯，对不对？这样子呢，嗯、你看一下这个呢设计就特别的漂亮啦。嗯，所以呢，你看今天呢这个。多功能的一个料理机，所以呢就可以直接给我们来做一下今天这个鸡饭辣椒了。所以你看，连辣椒也可以自己来做，哎，是多么的厉害，对不对？另外呢，我们辣椒我们要辣一点，辣椒可以放多一点，对不对？在外头吃的辣椒呢，可能就是太过稀了那种感觉啊。是的，所以你看一下啊、哦，今天呢非常简单，是什么呢？它也是有两档的速度，一号或者是二号，或者是呢你要手动也是没有问题的。等同于说什么呢？今天你要做沙巴啦，辣椒啦，无论是我们板面的辣椒，还是我们鸡饭的辣椒，你看一下，瞬间就可以完成。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是买一个电器送给你一个电器，这个呢，你是可以直接把它给带回家的。哎，记得今天我们这个赠品是高达199令吉耶！你看一下辣椒酱，多漂亮啊！这样子就已经是出炉了，有没有？199令吉的这个多功能料理机呢，是送给大家的，你不用给一分钱，但是你今天呢带回去呢是两个非常好用的家用电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啦，你看一下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配件在里面，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送给你一个，就是多功能的料理机。嘿、hey, ，这个呢也是要高达199令吉的哦，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划算嘞？因为今天呢，你买一个电器送给你一个电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市价是要高达349令吉的，但是今天呢499令吉，你今天是节省下了150令吉，只需要34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Mugen 的原汁机带回家。记得你看一下，我们还提供大家就是一年的机芯保证期哦，这就是证明说我们对我们的产品呢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啦。是的，所以呢不要忘记哦，今天你349令吉呢带回家是两架这个电器耶，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对不对？有原汁机要原汁机，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料理机也同时给你带回去哦，赶紧的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呢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更重要就是要去到我们的这个 apps 来抢购了。另外呢可以帮你获得5%的哇哦购物积分，赶紧行动吧。哇哦，你看一下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套组哦，可以堪称是什么呢？一机抵万机，因为里面有慢磨机啦、切片机、切丝器等等的东西。是的，安心来自制这个原汁原味的料理哦，可以让你绞肉啦、面条啦，还有就是雪酪啦、果汁，甚至可以做香肠哎，太方便了吧！你看一下，今天最重要的是买电器送电器，因为呢，你买一台我们的 Mugen 多功能原汁机呢，我们再送给你一台多功能的料理机，价值199令吉。哇，太超值了啦！市价呢是499令吉哦，我们让你直接节省了150令吉，现在只需要是349令吉而已。是的，你看一看，如果你要更加省钱的话呢，你可以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下单订购，这样子的话呢，你又可以获得5%的哇购物积分，下一次就可以转换成现金来作为折扣啦。真正的这个原味，然后让你每口都很安心哦，就要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去到我们手机 apps 购物吧。请问一下，你每次
出去呢，就是走超级市场的时候，一定会看到那个慢磨机，对不对？是。哎，慢磨机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就是呢，因为它是用慢磨的方式，没有触碰到这个刀片的时候呢，自然这个营养价值就更高。但是呢，一台上千令吉，买不下手，根本买不下手，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它也是一台慢磨机，等同于说你要做这个果汁的时候啦，或者是你要做这个蔬菜汁的时候，营养价值更高。但是它比外面的这个慢磨机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原汁机。对，如果你是用一般的那种搅拌机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你搅出来的果汁呢，肯定就是那个颜色会有落差啦，然后又很麻烦，你清洗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的一个程序哦。然后或者是呢，你看你要切片切丝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刀在那个砧板那边一直这样切切切切切切到，然后你双手啊，一只手握刀，一只手握那个食材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味道臭臭的啦。所以呢，你看一下哈，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它除了是一个慢磨机之外呢，它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叫它多功能。比如说现在这个呢，你换了它的配件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做什么？除了可以做果汁之外，我们还可以切片切丝，还可以绞肉，还可以就是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呢要做这个啊，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慢磨器啦，慢磨机啦，你可以做蔬菜汁啦，或者是我们的果汁啦。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香肠，我们还可以就是慢磨，就是我们的这个绞肉啦，也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呢，肉碎的部分啦，我们最懊恼就是呢，每一次呢就是要把肉切好，然后呢又拿一把这个菜刀，对不对？然后给它在一边剁剁剁剁，是再很麻烦了。所以你看，甚至呢你要切这个黄瓜，你要大量的来切的话呢，当然如果是用刀来切就很累吧，就用上了这个多功能的原汁机就不一样喽。Cheese 也可以耶，你要切丝的一个部分哦。所以你看一下，就是平常呢我们用手动的一个动作，是，比如说切肉啦、切丝、切片呐，这些呢都很麻烦。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第一省时间，第二你可以做很大量的一个份额。对，所以呢349令吉你可以得到的是概括了很多电器的一个价格，只需要349令吉而已哦。记得今天349令吉呢，我们呢又送给你另外一台电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多功能的料理机啦。这边呢总值是高达199令吉，哎，349，可是赠品高达199，差不多200令吉哦。是。你现在还在等什么呢？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赶紧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下单订购。来来来来来，全程的朋友，我们 CJ Wow Show 让你更方便可以抢购我们所有这个这么棒的产品哦。你只需要拿起手机，然后去到你的 App Store 或者 Play Store，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我们的这个 CJ Wow Show 的 App 了。很简单，你只需要按 Open， 然后呢就可以找到你所要购买的这个产品哦。当然我们今天呢还是一样的会有5%的 Wow 购积分要送给你哦，赶快行动吧。今天给你的非常完整的一个套组，就是我们 Mugen 的原汁机，它包括说慢磨器、切片器、切丝器、绞肉器等等的功能集于一身。没错啦，然后让你很安心的来自制这个原汁原味的料理哦，可以让你绞肉啦、做面条啦、雪酪啦、果汁、香肠等等都绝对不是问题。超厉害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一机抵万机哦，因为呢，包括说你要绞碎东西、刨片、刨丝，或者是冷榨果汁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它。是的，没错，今天你看买电器就要送你电器啊，有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再送给你 Mugen 的多功能料理机，而且是价值199令吉的赠品啊，实在是太划算了。赠品已经是高达差不多200令吉，但是你看看今天我们的 Mugen 的原汁机呢只需要349令吉而已，千万不要再等了，这是非常优惠的价格，赶紧拨打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下单订购。
多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呢是用那种手的手刨式的一个刨丝器嘛，一不小心呢割到手，那个皮整片呢都会被刨下来。但是今天呢，你看有非常安全的一个方式，没错，当然就是我们的 Mugen 原汁机啦。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如果你要刨丝的话，我们只需要配件给它换一换哈，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然后呢把这个器丝给就是刨丝了。好简单哦，有没有？而且呢，你看哦，你的手呢是完全没有触碰到我们这个刀片的，因为是完全是在上面嘛，所以呢它是更加的安全之余呢，你今天呢也不用丝毫用那个力气呀、去慢慢的刨，慢慢的刨，因为呢这个呢只是轻轻的按下去就可以了，等同于说什么呢？今天你又省力又省时间。是的，所以呢今天你看你刨丝了七杀，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吃一个 spaghetti 的时候，然后呢都很适合给它派上用场哎，所以呢小朋友最爱了，我觉得这个cheese 的 spaghetti， 或者是呢其实来夹面包也很好吃哎。是的，你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量的时候哦，非常快速的，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做出，可能说你要做什么呢？ pizza 啊，或者是我们要吃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啊，做 party 的时候啊，是不是一下子要跑很多呢？我们这个呢不费吹灰之力呢，在短时间里面就可以做出这么大量的一个量啦。那记得今天比如说你在家里，妈妈们我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做饺子的时候呢放猪肉啊那些呢，一定要就是做什么呢？哎呀，慢慢的在里面丢我们那个鸡肉啊，或者是猪肉啦，对不对？我跟你说，不用担心，今天有了我们这个 Mugen 的原汁机之后呢，你看绞肉瞬间变得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很省时间。这个呢，就连小朋友也可以做，对不对？因为呢，你只是把这个原料放进去，然后呢，它就是一个怎样呢？自动的一个方式呢，把我们这个鸡肉啦、猪肉啦，可以瞬间呢绞成一个碎肉的一个方式啦。是，所以呢，今天你要做饺子啦，要做云吞啦，要做肉饼啦，其实通通啊，不管是什么肉类呢，都可以直接用这种方式呢给它处理好。所以呢，你只需要把不同的配件更换一下，然后呢，就可以依照你个人的这个喜好，然后做出不一样的这个食材了。我觉得这个很棒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可以自己去买新鲜的猪肉，OK， 而不是从肉贩那边呢直接买那个肉碎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肉贩那边的肉碎呢，可能他们用的那个肉碎掺杂了很多不同部位的一个肉的时候，那个品质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确保说，我们使用新鲜的猪肉啦、鸡肉啦绞出来的这个肉碎，你看大小呢非常一致，而且呢超绵密的，有没有？今天这个呢煮出来的我们的饺子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云吞啊，它都会非常有嚼劲哦。是的，没错。所以呢你看今天呢你在家里自己做好了这个肉馅嘛，对不对？然后再来把这个饺子这样煎一煎，绝对呢让你的家人哇，我觉得呢口水会直流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呢，可能我们全家人一起吃的时候呢，又吃得安心，然后又很健康的部分，这是来得更加重要的。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得饱饱了之后，哎，就要来一点滋润了，对不对？现在我就可以做我们的这个什么呢？豆浆了。豆浆很简单，为什么？今天呢我们送给你的这个free gift 呢也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我们多功能的一个料理机哦。记得把黄豆泡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我们这个料理机里面。这个料理机呢，它中间呢是有一个过滤器哦，所以呢你今天呢在搅这个黄豆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它的渣跟那个汁会掺在一起，因为它就是渣汁呢分开的，就是这么的简单啦。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这个料理机呢，绝对是适合我们家家户户呢厨房里面应该要拥有的一个这个电器了啦。是的，真的，你拥有它之后呢，你看多么的方便啊！当然呢，这边呢就是有我们的这个速度，还有 LED 灯，你看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你就可以用一号或者是二号的一个转速呢来进行搅拌啦。哎，你看那个豆浆，哇，一下子呢就已经是把那个豆浆全部给榨出来了。对，而且呢那个渣跟汁是完全分开的哈，所以这样子喝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豆浆绝对就是更加的顺滑跟顺口的。是的，所以呢你看已经是完成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关起来，然后呢就可以呢把我们的这个先盖起来之后呢，
然后整个把它套出来，打我们的一个豆浆出来就 OK 了。哇哦，绝对是一个新鲜的这个豆浆啊！当然呢，这个饺子你看就是这么的方便，自己弄了这个绞肉，然后呢再来就是包裹之后再拿去炸，你看已经是做好了，好快哦，有没有？是的，哎呦，很香耶。所以呢，你知道说哈，今天呢有了我们的 Mugen 在家里之后呢，你做的每一样食品呢，你都可以很安心的把它吃下去，没错，因为你知道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额外的一个调味剂啦、糖啦。甚至是呢，我们这个额外的一些味精等等的，从吃的到喝的，给你家人是100%的健康和安心。所以你今天知道说，哎，我们可以做这么多东西，对不对？他竟然还可以做什么 sausage？ 对耶，做香肠。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外头的这个香肠可能加了一些防腐剂，或者是肉类呢可能有掺杂了其他的这个物质这样子了哈，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你看，完完全全在自己的家也可以做出这个，你看似模似样的一个香肠啊。对啊，你就是可以做猪肉啦，然后可以做鸡肉的啦，都没有问题。而且呢，这个配件呢是在我们整个套组里面的，等同于。说今天呢，你自己在家里自制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肠也是没有问题的。是的，所以呢，你看，绝对呢就是很方便的。哎呦，这个香肠直接这样子就是做好了啦。所以呢，我们在前面那边呢，其实有做好了好多的这个香肠。是的，就是这么的方便，然后直接就可以让你呢。吃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安心了。当然了，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在外面的这些香肠呢，可能说我们知道说里面有一些额外的一些防腐剂啦，甚至是可能说他们用的那个肉的那个肉质不好啦，这些呢忧虑你都可以去掉，因为我们可以自制香肠，而且除了可以自制香肠之外，小朋友很喜欢吃嘛，小朋友很喜欢吃的雪酪烧杯，冰冰冷冷的，他们也是最爱的啦。所以呢，你看在家里又可以这么的方便买一个。新鲜的芒果或者是你其他这个喜欢的水果回来，就可以这么方便的直接把它解冻之后，然后呢就是可以直接做这个蟹烙的部分了。是的，所以呢很简单，对不对？今天呢你看放进去之后呢，只要推一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呢把我们的这个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芒果的手杯呢放进去啦。嗯哼，所以呢你看今天就是这么的容易把它通通一次过放进去，然后呢哎呦，我看小朋友看了这个之后呢，就直接在用饭之后就来一个甜品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下，其实呢它用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就连呢小朋友呢今天也可以帮忙，就是家人呢或者是帮忙我们的妈妈爸爸呢在进行就是做这个甜品的一部分啦。是的，所以呢你看今天哇，你看弄出来的时候呢是多么的漂亮，因为它是结成冰之后稍微带有一点点的硬哦，所以呢我们做出来就是写到的才是全部就是很漂亮的啦。这个哦，这个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把它弄漂亮还可以更美一点的。是来来来，要试一下，试一下好不好？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要吃的 ice cream 呢就是不要有任何添加物，你吃一吃是它有没有任何过就是有觉得太甜啊还是怎样的？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那个芒果自己本身的一个味道，所以呢完全没有加任何的糖分，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健康好吃。是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我们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啦，你看一看，只需要349令吉而已，而且呢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个电器送给你另外一个电器，也就是我们的多功能料理机。这个多功能料理机呢价值是高达199令吉，349减199的话，你算一下，你才花多少钱把我们的这个原汁机给带回家呢？对不对？是的，没错，绝对非常的豪气啊！这一次你看，买电器要送电器给你，对不对？你看我们的市价是要499哎，但是你看我们已经让你省下了150块哎，所以呢，直接让你就是用这个349令吉，直接可以把这个套组给带回去。再来，你看呢，品质保证是有1年的这个机芯的保证期啊。是的，所以呢，今天一再要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把它叫成多功能这个原汁机呢？第一，它可以慢磨；第二，它可以绞肉；第三，它可以做这个 sausage； 第四，它又可以切片切丝；第五，哎，很多很多，有没有？又可以绞肉等等的。你看一下今天的349令吉呢，已经是可以概括你厨房里所有的一个电器了。所以是非常的超值的哦，赶紧赶紧呢，今天买一个电器送一个电器的一个超值优惠。
惠，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要送给你的是价值199令吉的多功能料理机。没错的，所以不要再等了啦，这绝对是我们 CG Wow Show 强力推荐给你的一个产品哦，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去到网站，更重要就是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直接来购买哦。哇哦！今天给大家强力推荐，也就是我们非常高销售量的品牌 Mugen 多功能原汁机。哇哦，好漂亮的一台这个原汁机啊！所以呢，当然今天呢，你看除了有这个原汁机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就是强力的给大家推荐嘛，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套组了。所以呢，你看你要做雪酪啦，你要做 ice cream 啦，你要做面条切片、切丝等等等等，都绝对可以。是的。今天呢最棒的一个优惠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一个电器，我们送给你另外一个电器。第一就是我们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把它买回去之后呢，送给你是价值199令吉的多功能料理机。是的，没错，市价呢是499令吉耶，现在只需要是349令吉，我们让你节省掉了150令吉，太厉害了吧！如果说你要更加的就是便宜的话啦，我教你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啦，这样子的话你又可以获得 5% 的哇哦购物积分，下一次换成现金来作为折扣，对，真正的一个原味，然后让你每口都很安心哦，立刻拨打热线或者是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 购物吧。哇哦，你看看今天呢这个不得了了，第一我要说的就是慢磨机，大家都知道慢磨机在外面卖多贵，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除了可以当成是慢磨机之外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当成是切片器、切丝器、绞肉器，还有呢我们就是研磨机也是没有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你看做 sausage 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有很多种一个配件哦，没错，等同于说今天你买回去是集合了各式各样不同的电器于一身的一台电器，对，所以呢只是一台电器而已，你看，所以呢放在你的厨房里面可以让你解决很多的这个准备料理上面的一个程序啦，然后另外呢它摆在你厨房里面呢又很好看耶，好漂亮的一台原汁机耶，所以呢你看今天呢你要做一个蔬果汁都绝对不是问题，很容易很方便的把这个水果跟蔬菜切好，然后呢直接放下去，完全也不用沾到你任何的这个双手哦，就是那个食材的部分啊，所以你看到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慢磨机嘛，慢磨机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没有利用这个刀片，是用一个磨的一个方式呢，把这个蔬菜还有我们的水果当中的一个养分呢，全部给它磨出来。加上你看一下，换一换配件，我们马上又可以把它变成切丝器或者切片器。你看一下，今天呢要做大量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要切这个 cheese 啦，或者是我们要做这个切黄瓜片啦。你看，它是在非常短时间里面可以做很大量的东西。帮我们家庭主妇呢减少了很多准备上面的一个功夫，对，我们的整个套组里面呢，你看配件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你只需要很方便很轻易的来更换之后呢，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下一个这个工作了嘛，好，所以呢你看这么容易方便让你节省下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呢你不用花长时间待在厨房里面啊，然后呢煮饭烧菜弄得满脸都是油油，头发油油，对不对？你有更多时间可以陪小孩陪丈夫看电视，陪小孩阅读，然后做功课，哎，是的，我觉得说啦，这个啦，真的很需要就是要买一台回去送给你的太太啦。你的太太一定是天天在家里煮饭，煮到人家黄脸婆这样，是不是？哎呦，你一定是没有帮忙他。是的，我的错，我的错。所以呢，我觉得这台机是非常适合我家里应该要让他拥有的哈。所以呢，你看，我们当然不舍得我们自己的另一半呐、啊。你看呢，要准备料理的时候，哎呦，那个手去沾了很多不同的食材食物的时候呢，那个手慢慢会变粗，对不对？是啊，所以你看，很心疼啊。真的，爱老婆的话，今天这个349令吉呢，实在是太划算了。而且呢，我的这个老婆呢，看到又有这个赠品的话，又觉得哇。超划算的，有没有？因为呢，你买一个349令吉的 Mugen 多功能原汁机回去呢，它竟然还可以得到199令吉的多功能料理机耶。这个钱哈，你可以省下来跟你老婆去吃一场好的烛光晚餐，是的，对，没错。所以呢，你看今天这两台机同时都可以拥有的话，你就是要马上行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去到我们的网站，还有 App 哦，不要忘记，来，我们还准备了这个5%的哇哦购物积分要送给你。
担心，只要下载 P4208 手机应用程序，注册新的账号，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输入 Postcode， 选择地区，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您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天天精彩，天天 wow。今天给你最完整的一个套组，就是我们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啦，包括说它是一个慢磨机，又可以当成一个切片、切丝、绞肉或者是制面器哦。是的，没错。所以呢，你看今天呢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让你安心自制这个原汁原味的料理啦，可以让你绞肉啦、做面条啦、雪酪啦、果汁、香肠等等，超多的。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机顶万机，因为除了说可以绞肉之外呢，切丝刨片都没有问题，还可以呢有这个慢磨的冷榨果汁。没错，哇，买电器送电器啊，我们有多功能原汁机之外呢，要送给你是价值199令吉的多功能料理机啊，太厉害了吧。你看一下市价呢是差不多要接近500令吉哦，今天呢是你是节省了150令吉，只需要349令吉就可以把一机抵万机的多功能原汁机给带回家了。你看看，在家里又有这个，又有那个，又有 blender， 又有果汁机，又有刨丝器，做一道菜哈，请问一下，你要洗多少个东西，对不对？甚至你要用的时候，你会很头痛哎，我要做这个，我要找哪一个酱，你知道吗？哎呦，找不到，你知道吗？非常的麻烦，而且呢，你的厨房有这么多的空间来放这六台机吗？对不对？洗起来又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就是你这边呢，一个一个加起来那个价钱的话，已经是很贵了，对不对？不敢算了，不敢算了。那今天我告诉你有一个很棒的解决方式，因为我们叫它一机抵万机，也就是我们的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啦。那今天呢，除了是一个慢磨机之外，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切丝刨片的一个切丝器啦。你看一下，只要开启了之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放进去，然后呢按下去，哇，切片，你看马上就是很漂亮的片状的萝卜已经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做 party 的时候，对不对？对，我们就是要做很大量嘛。对，如果是我们用手切的话，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切切切，浪费了太多时间，然后又很辛苦很累啊，你知道吗？你看一下，如果我们做 party 的时候要做很多的割的时候 是不是要刨很多这个黄瓜？但是今天呢，你看一下，通过我们的 Mugen 的一个多功能原汁机呢，它就可以帮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呢，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黄瓜呢瞬间都切成一个薄片，而且你看到吗，它的大小呢完全都是一模一样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呢，这个呢我们完全是不费吹灰之力呢，就可以呢把这些呢完全在一分钟里面或30秒里面就做出来。是，所以呢，你看今天呢，我们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弄了这么多的这一个黄瓜啦，还有这一个就是 carrot 的部分嘛，对不对？你看多漂亮啊！然后呢，那一个厚度呢是完全是非常平均的，所以吃起来我觉得口感呢是会更好的。你看好多的一碟哦，你看哇，你看短短的时间而已耶，已经是切好了这么多，所以呢，你要做party的时候绝对就不用担心了嘛。是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说要做这个hamburger 的时候，对不对？除了要就是切丝或者刨片我们的蔬菜之外，当然这个调味料也是不可或缺的。对，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买这样子一个原粒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胡椒粒啦。胡椒粒呢，要把它打成粉的话，今天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我们的赠品里面，也就是多功能的一个料理机。没错，然后放下去，如果没有这一台机的时候，就要用那个时钟，对不对？在那边慢慢跟人咚咚咚咚咚老半天啊。所以你看，这个花上5、4、3、2、1，搞定。你看，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哦，基本上它已经是完成了一个粉状哦。这就是因为呢，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马达呢，可以让这个呢很硬的一个食材呢瞬间变成一个什么呢？
粉妆了，所以不要开玩笑，这一台机是不需要买的哦。这台这个多功能料理机，我们直接就是送给你的。是的，所以你看到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做这个胡椒粉的时候呢，很简单，从头到尾呢，我们都可以自己来研磨。当然，今天呢，做burger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肉饼。对，绞肉对不对？肉饼的话，大家都有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华人家庭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呢？猪肉饼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累人的一个动作。因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做绞肉的时候呢，就是要用刀不停的在那边剁，对不对？但是今天呢，通过我们这个多功能的原汁机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呢，把这一个肉呢制成一个碎肉的一个质地啦。对，所以呢，把肉切的小块状之后呢，很快的把它放进去，然后那个配件只需要轻易的给它换一换，然后呢就可以制造出我们的这一个肉已经变得哇很绵密了，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做这个肉饼的工作了。而且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牛肉哦，大家都知道牛肉呢肉质比较硬一点，对不对？没错。或者是你今天有这个羊肉的话呢，都比较麻烦要拿来丢。你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使用这个电器的一个辅助的方式呢，让我们在厨房里面的这个工作更加的就是简易，而且更加的节省时间啦，是非常的轻松哎，然后呢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来做好这个我们的 burger 的一个肉饼了嘛。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把这个肉呢已经弄得这么绵密，所以呢你要把它做成肉丸啊、肉饼啊，其实呢都绝对不是问题的。是的，所以你看到什么呢？今天呢很简单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肉饼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绞了肉嘛，对不对？哎呦，然后呢就可以做成这个肉饼，一饼一饼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刚才撒的那个胡椒粉，我们的凡兵可以拿一点，然后呢把它呢就是撒在我们的这个肉饼上面 ，OK， 这样子。你可以呢放进我们的这个就是肉饼上面之后呢，记得就可以把它这样子下锅来煎啦。哎呦，你看这样子的肉饼做起来肯定就是非常的美味，之外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在制作肉饼的时候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绝对吃起来呢就是又是很安心的一件事情了嘛。是的，所以呢你看很简单嘛， 对不对？今天呢在家里做一些呢很简单的一个原料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吃下去的这些所有的食品跟喝下去所有的一些食品呢，都是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尤其对爸爸妈妈来说呢，家里的小朋友呢肯定是要吃得健康，而且也要喝得健康。除了做这个 hamburger 之外，我们当然同时间也可以做果汁。是，没错。所以呢你看我们有东西吃了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喝的啦齁。所以呢今天我们同样的用这一台的原汁机呢，你看我们也是同时呢就是可以进行这一个慢磨的一个部分了嘛齁。是的。所以呢就今天呢同样的，你看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橙汁的一个部分，也是非常容易耶。真的。这样子把这个橙给切好了之后呢，一片一片这样子慢慢给放进去，然后呢直接你看到下面有两个杯子没有，那两个杯子呢也是可以直接把那个汁然后呢跟这个橙的渣呢完完全全的分开，所以呢同样的你喝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橙汁呢就是更加的原汁原味了。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你自己在家里做这个果汁的时候，对，你就可以完全的确保说你是摄取到的是这个水果当中那个果糖和养分，而不是呢外面添加的一些糖分啦。是的，那个呢我们就可能说我们喝的时候呢就会喝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防腐剂啦，或者是多余的一些糖分啦。那今天呢小朋友在家里要吃一些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 burger 啦，我们可以自己做，或者是呢我们今天呢要做这个果汁的话，你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原汁原味的一个果汁啦。对，所以呢你看今天你看那个果汁呢，肯定呢那个颜色我们看下去就知道呢，原汁原味的一个橙汁，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这个东西的话呢，绝对就是很健康。而且呢你看这个橙汁跟这个橙的颜色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真的，这就是慢磨机的一个好处啦。因为呢、它不难氧化嘛，然后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最棒的东西就是呢是今天你可以喝到呢100%的一个果汁的营养。而且我的这个汉堡包的肉饼已经是搞定了，看到吗？
所以呢，今天你看，瞬间呢，我们要做这个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汉堡包，还有我们这个果汁的话，绝对是可以在一瞬间就完成。嗯。好喝嘞，完完全全的是喝到那个橙汁自己本身那个果糖的甜味耶，所以呢就是非常的营养，我们吸取了完完全全这个水果里面的营养哎。哎，你看啊，喝到不亦乐乎哎，而且呢，我真的是觉得说，今天呢，这个就是给我们小朋友呢一个最大的一个养分，是的，因为呢是100%呢从我们果汁里面呢抽取出来的100%纯果汁，那今天呢。记得只需要我们一台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呢，只需要349令吉就可以保障我们家里人的一个安心。没错啦，你看今天呢，除了这个原汁机之外呢，我们也要送给你价值199令吉的 Mugen 的这个料理机，这是完全要送给你的，所以呢，一个价钱你可以带走2个这个电器耶。是的，你看一下，今天我说了，如果说你在外面买一台慢磨机的话，已经是超过1000令吉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除了是慢磨机之外，又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功能。是，你看一下，就是呢，市价呢是要高达499令吉的。对，499令吉，但是今天呢，在 CJ Workshop 呢，你是直接可以省下150令吉，只需要。噔噔噔噔！哇哦，349令吉就可以把它给带回家，而且呢，我们是良心商家哦，因为呢，我们给大家的是一个1年的机芯保证期，所以让你呢可以用得非常的安心啦。是的，所以呢，全程的朋友，这个时候你们不要再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价值199的这个Mugen料理机要送给你耶，一个价钱349，你可以带回去的是2台这个机器啦，所以呢。赶紧的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呢去到我们的网站，还有 apps 也可以同时来抢购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来来来来来，全程的朋友，我们 CJ Wow Show 让你更方便可以抢购我们所有这个这么棒的产品哦。你只需要拿起手机，然后去到你的 App Store 或者 Play Store，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我们的这个 CJ Wow Show 的 App 了。很简单，你只需要按 Open， 然后呢就可以找到你所要购买的这个产品哦。当然，我们今天呢还是一样的，会有5%的 Wow 购积分要送给你哦，赶快行动吧！今天呢，一台慢磨机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次了，这位买的话1000令吉。对。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除了可以是慢磨机之外，它也可以是绞肉器、切丝器、刨片器，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功能哦，等同于说呢，它是很多台这个电器呢集于一身。但是它的价格只需要349令吉而已。是的，完全是操作很方便，然后你只需要更换一些配件呢，就可以直接做出不一样的这一个，比如说切片也好，切丝也好，或者要做这个绞肉的部分都好哦，都是绝对很方便的。真的，就像我昨天呢，在厨房里面煮一道菜而已哈，是，我就用了那个切丝器，然后我又用那个搅拌机呢来搅拌那个蒜头，然后呢又要一些去搅拌那个花。野菜把它弄成碎片，全部加起来，我整个那个洗碗槽啊，已经是满了。哎，你看一下，但是今天我们一台这样子的 Mugen 的多功能原汁机呢，它可以做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呢，你只需要放一台机器在那边，第一不占你的空间，第二功能非常强大。对，没错，所以呢，今天有这个非常超值349而已，你就可以拥有了这个 Mugen 的原汁机之外，还有非常厉害的这个赠品呢，就是呢。价值199令吉的 Mugen 的多功能料理机了，超厉害的，一个价钱把2台机器带回去哎，真的哎，刚才我不是有问过你吗？就是你刚才讲说信誓旦旦要把我们这个 Mugen 给带回家，没错，我不舍得哎，让自己的太太在厨房里面待很久，然后呢，在准备这个要煮饭烧菜的时候呢，哇，花上一个小时2个小时在那边切啊，在那边剁啊等等哎，所以呢，拥有这一台机，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享用这个美味的午餐和晚餐了。所以呢，其中一台就已经是我们的凡兵下定了，不要跟他抢哦 ，OK？ 所以呢，349令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今天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把它给带回家。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啦！天天精彩，天天哇哦！